超棒的，我替你开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黑鬼，嗯，来个鬼脸照，很丑那种。哦，这姐的领域，来来来。來哎、欸，来来，我看，好，给你看。哎、欸，你不说摆鬼脸？说啊，啊，我最丑是长相啊。黑鬼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哦。哎嗨，好久不见。对了，你现在身上5000吗？5000块，有吧。那我现在。现在，哎、欸，可是还是半夜。等我，马上过去。喂，喂。黑鬼，我刚刚才发现，我不小心把报告档案删掉了啦。啊？怎么办啦？明天要被挡了。你先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交不出来了。好，我帮你做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不要哭，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亲爱的，早安呢。美女。怎么不早讲啊？我做一整晚呢。不知道你会弄那么久吗？哎、欸，我去一下厕所啊。哎、欸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黑鬼被劈腿了，小三比他正，而且还比他小10岁。假的，太惨了吧？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嘘，假装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男友说我最近瘦了一圈哎、欸，你们觉得有吗？那你本来就很瘦啊，那有差、啊？可是我也想体验变胖的感觉啊。而且瘦归瘦，胸部也很亮嘛。哎呦，哪有啦，人家只有一啦。哎呦，哎，来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件很好看哎、欸，有吗？跟平常差不多吧。我说你啦，哎、欸，你这件哪里买的？哦，这件哦，就我常去逛那间小店啊。我这帽子在那边买的、欸，好看，真的。那间店哦，我小学在逛的，现在还去那边买啊？难怪质感那么差。烦呢、欸，要下雨了，我忘记带伞了。下雨了，好想要有一把伞带我回家哦。哎、欸，这多大？美女，你在哪里？我有空，我现在去找你。你需要的不是伞，是一个能照顾你的人。宝贝，久等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今天咖啡店有键盘侠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凑？好啊，那我去买。好。来，耶，120。可是我的预算是半价的第二杯。不然你给我80块啊！我又忘记带钱包了，啊，不然今天你先拿。谢啦。哎，你们有听到今天黑鬼的报告吗？跟他同组的人不会觉得他很瞎吗？不会吗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嗨，亲爱的，你今天的表现超棒的，我替你开心呐。没有啦，我就在讲。宝贝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哦。哎、欸，我跟黑鬼谁比较漂亮？这很难比啦。是不好说呢，还是不敢说呢？你在干嘛？